你呢？也没有。你也没有。就最近脖子比较不舒服。最近脖子。嗯、你最近也很奇怪。他是因为小时候的时候就是脊椎有一些侧弯，所以说他在练习的时候会比别人辛苦。比如站的时候，他比别人练都同样的这个训练嘛，对，时间都一样的，都很辛苦很累。但是因为有脊椎侧弯的问题，所以他必须要比别人更努力了，而且吃的苦更多这样。哦，来来来。其实我在想啊、哦，其实练这个真的很辛苦，因为你们都是十岁什么，都是很小的时候，怎么会？就是喜欢成龙哈、哦，就因为这样子吗？成龙误我也是不是？成龙李小龙，你呢？你是家里因为跆拳道这样子是不是？其实自己也有兴趣、啊，也有兴趣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，哎，平良你讲，人家说练了一身功夫以后，其实是不会去打架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是。那如果碰到在街上碰到有一些无聊的男人要欺负你，那你怎么办？我有一次在某一个地方在打公共电话，就有一个变态，他就摸了我的屁股，然后就跑走了。然后他跑走的时候，因为我也来不及就是追过去啊，然后他一直回头这样对我窃笑，你知道，就很开心这样子。哇，好想打他！我国中的时候，结果呢？就你有没有给他叫啪？来不及啊，因为我很认真的讲，让他突然这样抓下去。然后就下次不要太认真讲电话。是，不，这个有防身的作用嘛？对对，其实，所以男生是跟女生可以一起练的，对不对？对对，陈阳来一下说。哇，平常你们有一起练过吗？她是学姐嘛，对不对？怕不怕她？还好。上单的动作比较恐怖。什么意思？他说就是因为我上单动作比较好，就是踢人家的头，比较常踢人家的头，所以他比较紧张这个部分。哦，那要不要踢我们看看？啊，就不要真踢的哦，对不对？你也赛不？对啊，对。我们这个只不过综艺节目哈，就是点到让我们这个比较外行的人呢、啊，知道？好冷。来，你也暖身一下吧。哎，平常你们要做多久的暖身？差不多三十分钟。三四分钟哈，三十分钟。三十分钟。大概十分钟伸展啊，那20分钟伸展要很厉害的伸展。伸展就是劈腿啊，然后一些腰部啊。你们会劈腿啊？对啊。很劈吗？对，就那么劈。那最主要就是把这个你可以这么劈吗？我可以，可以。像一个应该可以吧？应该可以吧？来，因为你的腿跟我腿差不多，就要劈。对对对，你们都要练这样练吗？你也可以劈腿吗？可以啊。好像没办法。你好像没办法，他不可以做。学姐比较厉害。学姐比较厉害，学姐加油，来给我们看一下真正的劈腿。他们两个都。哦耶！哇！你跟我的腿差不多长短，示范一下吧，先示范一下，真的吗？鼓励我一下，看看我有没有办法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从小要练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哇！哎，其实这个动作其实是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这就是拉筋。那学妹示范完了，我觉得你对我太有信心了。我要是能劈腿哦，哈，今天我就不得了了。对啊，好，来，哎，你不要躲到后面，还没有开始。哎，我觉得你最怕学姐就是这个动作，所以你平常有你们有交手过吗？就是也会交，他们会。互相的切磋嘛，会平常都在一起，都一起切磋，对，切磋哈，都在练。师姐凶不凶？有时候应该就没有什么，我们只要上个场地，你们上场的时候都练习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嗯，对，嗯，这个叫声是什么？是表示什么？表示气势。气势什么？你的叫声是什么？比如你上场，
我上场啊，哎，上，那，这样怎么会吓得了敌人？在敌人在我眼前呢，我是你的敌人。你那金牌就这样，我这样也很可怕，对不对，教练？有时候假动作啊。哎，这样我觉得也很可怕。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、啊，哇，也很可怕。来，好。哎，我们这个真的就对打了，对打。哎，就是轻一点啊，不要以身，因为身上没有护具啊哈。犯规哟！哎，哇，你一下就踢到他的脸嘞。真的哦，他一下就踢到你的脸了。那个正面贴脸几分？一样，只要踢到上端就是三分，只要踢到上端。因为我专长就是上端动作，专长就是上端动作。你的专长呢？假动作。配合假动作，配合他的这个东西嘛，这样。所以他这次得金牌是这样。不是那个，对对方捉摸不定啊，那个是这个。好，所谓的假动作，你告诉我一下，那个假动作的诀窍是什么？比如说，看一下哈。类似。所以你刚刚那个是会踢到他的头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样过去。你们平常可以拿针拿东西吗？他们脚都很厉害，擦窗擦手累了，脚就，因为脚太高了，是不是？好，谢谢。哎，其实呢，淑娟的这个亚运事件呢，我们现在到今天当然是到了一个阶段了，我们也知道的很多的情形。不，我在想，淑娟经过这一次啊，我人都是经过一些事情会长大。你觉得这一次是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成长？其实发生这件事情哦，让我觉得说，其实上天呢、啊、给我越多的挫折。会让我得到更多的收获，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。那这次我觉得学习到就是怎么去看待事情吧，对，因为其实这件事情真的很难过，那我要从什么角度去转换我的心情，要去调整我的心情，对啊，因为你知道我们在看你那天的比赛的时候，就是你上场在又很凶的样子，叫也端着，眼睛好很凶的，他一下就坐在地上，因为那种失望之情跟那种怎么会那个时候你们都在吗？你们两个，我在比赛，你在比赛，嗯，我在准备，我在上面加油，你在上面加油，你有没有哭？有啊，全部人都哭啊。那时候判定了，大家都哭了，不分男女都哭了，哇，男生。